2000块。可爱又好动的哈士奇让人看了都想养，但有民众在高雄街头拍下，有机车骑士背着宠物太空舱，里面装的却是一只哈士奇幼犬，整个挤成一坨，看起来相当不舒服，让民众质疑是虐狗。更有民众在其他地点拍到同样的画面，只说真的太夸张，这样狗狗可以呼吸吗？它整个都没有活动空间，就整个塞在里面啊，又不是子宫，怎么可以装一个这么大的 baby？用在哈士奇是比较匪夷所思啦、啊。正常如果小时候当然开车啊有抱啊，有人抱的是最好，然后下地以后再用牵绳。骑车看有没有所谓的运输笼，它比较坚固。所以表示，依照片来看，这只哈士奇目测有4-5个月大，平均大概100公分6公斤。但以一个宠物太空舱来看，只能装下约5公斤的小型动物，即使硬塞也是相当拥挤，甚至有窒息的风险。因犬只被塞到箱内，查证行为属实，一违反动保法，处15000元至75000元罚款。动保处也根据车号追查饲主，他表示是哈士奇硬要跟着他出门，但这样把将近100公分的哈士奇塞进狭小的太空包里，又挤又危险，实在太夸张，违反动保法，罚单躲不了。三立新闻田居达、陈渊。